带我来的楼房子啊。妈呀，每次一想起你姥啊，就想回来看看。那你回来，那你自己来行了吗？你领我来干什么嘛？妈领你来不光为了看房子，我还有别的事儿跟你说。嗯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说你都多大了，姑娘啊？我跟你说，让你去找对象，找对象你也不找。这回啊，妈找介绍人，跟你说了一门亲，让你去相亲。妈，你又来？你说你都不知道我一天公司有多少事儿要忙。你说，哎呀，来，我不去。姑娘啊，工作是工作，这亲也总得相吧？你还能总也不相亲了？不过你去相亲的时候，你可不能说你工作、公司什么的啊。你不能说你是在哪住的，你以一个普通人身份去跟人相亲，听着没有？哎呀妈，你真是你说你下回可千万别这样了，你不告诉我你就给我整这么一出。行行行，就这一回，你听话啊。我跟你说，就是那个前面那个村口那儿，你去，我都跟人家媒人说好了，都给你等着呢，等着你去吧啊。行行行，那我知道了。那妈你自己在这看看啊。好，你去吧。那我走了啊。嗯，好。真是的，哎，说我这个姑娘，真是让人操心。哎，妈呀，保佑我女儿这回相亲成功吧！这都快啥味儿了？怎么还不来啊？好，你就是跟我相亲的吧？啊，你好，你就是带刺的玫瑰花。啊，是我。那个相亲流程是什么？我们开始吧。哎呦，我看你这个衣服挺好。哎呀，这个料子什么都挺好，这是在哪买的？这个好像是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时间太长了，我给忘记了。不像啊，你这衣服看起来褶子很多，褶子也很新，这看着像新的呀。哪是，这就不是个新的，这衣服这就是，没老长时间了，我一直不舍得穿，一直放着，老是穿旧的。我在那块还挺勤俭节约的哈。没办法，不是，这家里不太富，挺穷的啊，能省一分是一分的嘛。这节约是好事儿，是好习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打个电话啊。谁要吃？这打个电话。做什么这是？这么长时间，人家是不是不稀罕我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让你久等了。我看今天这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，不如我们就先到这儿。这个钥匙是不是你丢了？我刚才跟他苍蝇，这是我丢的钥匙。我要是苍蝇了。妈来，这不就是穿帮了吗？不是，这都是谁的？你说这要是不是你的话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把它交到警察局啊？别去，这钥匙这说不定是人家故意丢的呢。故意丢的？故意丢的，就是不是说不定他不要了？哎呀，这个车你也没认识，是不是索纳塔的钥匙啊？这车不便宜啊。那我可得拿回家用了。拿用。那我去看看哪辆车是，我把它开走。这下好了，你说我是不来伤心，反而叫我来伤心。这不把车也赔进去了。这还好，这俩可赔他了。哎，难弄，回家吧。
村来的现在我差不多都失望了，没有啊，就差这一料了，我再试一试。不会是你吧？我的天哪，真开了哈！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再试试。